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ster Man 哥的神话。今天我们又来玩 Minecraft 暮光模组生存。今天有参加的人也是阿顺。哎，不要打！哎，对，把我打死，快点用人数。水盾，水龙蛋。啊，对了，串客是白白。阿卡，你没讲原因，为什么我进不去？因为为什么我不能玩？哎，阿拉，你有没有那个？告知，有啊，在这里。你去把那田，你去把田搞定一下，我把它踩烂了。What the？ 那不是要用稿子，那是要锄头。对啊，你用稿子，你来挖矿啊！哇，好棒啊！太闲了、哦。我觉得这好安全哦，你不觉得吗？不觉得。四面八方都坐在那个仙人掌。但是仙人掌太高了。哎，不用，仙人掌之后有。有用处，我知道要用。哈哈，我开始了。之后仙人掌有用处，我要用。当垃圾桶，哇，好有用处啊！太脏了。想太多。真的啊，垃圾桶很好用。之后我要为大家做一个防具，为阿顺做一个防具。喂呦，哎，那是我要种的。哎呦喂啊，你还打我？还是因为你站不起来吗？好像是木工真连关系吧，我去看一下是哪。但我开不起。哎呦，有人拿钻剑，你好嚣张哦！对啊，但是哦，那不是钻剑，那是铁剑。材质包看起来像钻剑。请问一下，阿顺，我的搞搞嘞？在我身上啊！你就这样无情的拿走了？你不废话、啊？他一直在受伤，声音好吵。哎呦，哎的，我们上两集好像还没去地狱哦。没有吧？不是要先挖那个吗？啊，不是地狱啊，木光还没挖到钻石，哦、所以去木光森林啊。对啊，要去木光森林。阿顺啊，我的就是，我帮你带话。阿顺干嘛？在你头上啊！我的搞搞给我快一点，在地上啊！哎，哎呦！哎哎哎！方块啊！这个网，这只僵尸太贱了。那不是僵尸，那也是苦力怕。他太贱了，趁我在转头的时候跟你讲话，他把炸了。炸得好！我们的防护，我们的防护墙就这么简单的被炸破了。太快了吧！我们的防护墙。是。哎，快点好不好？处理一下。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僵尸穿这么好的装。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重建一个房子啊？我们去暮光森林再建吧。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飞镖。哎、欸，阿顺要飞镖吗？好啊。下来领取四个。还有苦哟，你忍者最重要的苦。哎、欸，我知道是哪个模组，害我登不进来了。No，IND 那个模组。No， 我恨他。对，你可以进来了吗？我可以进来了，但是我可能进、我进不了伺服器吧，因为我少，因为那个模组是那个里面的模组啊。呵。哎呀！哎，走开！你不，哎，别，哎，上来救我啦！你的，哎，僵尸！哎，呦，你，你怎么补的？我不知道啊。哎呦，你怎么补的啊？你好，我走开！可以顺便把家烧了。这里挖掉就好。加入 CPC 突破。哎呀，自己全身着火。为什么白痴啊？我这里会一直。你怎么被烧死了？我一直听到我安安一讲话，我会听到他 BGM。
欸，我有东西嘞，欸，你有什么？我知道，你们果然是 IND 那个模组， IND 是什么模组啊？我操，有点不爽他。欸，可不可以告诉我 IND 是什么模组？我不爽他了，我操。不知道，那欸，要我东西欸，这里，其他的被烧了。哎呀，屁是假的！截图啊，哇，疑似被烧了，鼓也不见了，啊，鼓不见了，都不见了。我去看一下是什么模组啦，不然还蛮机车的。那个火影忍者模组跟那个目光模组啊。哎，我那个 I N D 是什么模组？看一下。有没有那个？哦 ，T M I 那个关掉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欸，还没有 木头、哦，这里我这里我人在洞窟，你要干嘛？我要做木棒啊！讲什么废话？瞬间崩溃。有牛肉，我抢走啦，拿走啊！那我趁你不在的时候去挖的，去杀牛的，附近的牛只超少的。他就是说换区你不换。哎，在哪个洞窟？我看不到你。我现在在新洞窟，然后有窟窿，看到了。为什么你拿的比我好的剑？十剑而已啦。啊操！你的是铁剑，我的是十剑。你把材质包让大家好了啊，何必呢？何苦呢？欸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古力帕，古力帕要爆了。哎，欸，有没有？哎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很难安心的去挖矿。为什么爆了？喂，你又干了什么好事？他刚好旁边爆炸而已，我没死哎，欸。你没有火把，你就冲过去，难怪会被炸。哎，欸，你有没有稿子？有啊，死稿给你。这里啦。这给。就把它挖起来吧。我发现另一边也有。哇，好多哦。对啊，那我们这样就不用做石稿了，只要去找钻石，然后再去目光森林。哎，要不要做那个二环石制造机一下？不用，我们做地下挖就有。对啊，超多的，不必冲到下。难不成？哎，记得挖完地方补起来嘿。不就哎？啊到。等一下。所以你到底进不进得来？没有啊 ，IND 那个模组啊，有问题，移掉啊，移掉了，所以我才可以啊。但是你们，哎，没他们，你们没有移掉啊？你们没移掉，所以我不行。我们没移掉啊？我感到我没移掉。我看这种模组，不是目光模组哎，欸，我删掉那个不是目光，也不是冷火影。哦，那是作弊模组，那我之前。试用的作弊模组，没不得，给我删掉吧！你们这群，你去查啊！我现在也没空啊，不然就下一集再找白白一起拍啊！欸，好吧，我挖行动窟了，真假？下一次我会回来的，还掉啊！卖老了嘿，嘿，瑞有喝酒啊？我快一瑞就拜拜啊 ！See you Nana， 再有 Nana 吧，还他的，哎，欸，这又有一个洞窟，哎，好帅啊！那不是洞窟，那是小洞窟。所以，哦，我要研究这个水，结果这不是，这根本不是连洞窟都撑不上的洞窟。对呀，啊，可以来乱录，呵呵。所以我要饿死了，啊，是不是牛排？我没有，没在身上。我把水堵住哦。我用暗暗的视角好了，按一按，给我远端。按 O 可以调整视角。没有啊，我要用那个远端看你。晚一点吧，我现在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样会很烫哦，啊，会那边会很烫哦。嘿嘿嘿，让它淡一点没关系，我来看它视角。哎，欸，为什么这么低？哎，欸，煤矿都要挖掉哦。啊？煤要把它挖掉啊？
对，很缺。或者是，你就这么干脆的 A 走全部的，把他给，啊，把他给炸了。你就这么干脆的 A 走全部的牛排。我没有 A， 这包包箱那个箱子里面猪哦。下一次，下一次找我记得腻我哦。你可以现在进来啊。你删掉了。啊，你可以现在进来。真的吗？他进不来不是吗？不是，你没把愛是他那里多一个模组而已。没有，我这里少了，少你们一个，就是 IND 那个模组。你不是说你作弊模组？我说这个作弊模组是我安装失败，所以我把它删掉。所以你只要把哦，你要把它删掉，说清楚嘛。我真是的，我说话都没有在听。当然啦，你说话我都没在听的。我一次听到安德受伤。哦，对，的确就是安德受伤的。哎，拿火把下来啦！停！我被追杀。哎，我要从哪出去？这三个模组还 OK。获得烤面包。好了，阿松，我下去找你了。冷，不加嘞。哎，路是在哪里啊？所以你是用 HA 开还是 NN？ 啊？是用 HA 开还是 NN？ 顺便带几个木头下来啊？有啊。阿婷，行动合成箱。要挖走，有行动的下面有一个，我知道，所以说我知道，就是因为下面有一个，所以我才说我要外带。你人在哪里啊？我没有，我在另外一边，我没看到你的名字呢。有啦，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我就看到一只骷髅。另外一边一只骷髅。哎、欸，什么东西都没了，什么东西都不能挖？煤矿可以用手挖吗？不行啊！当然不行啊！哦，我看到你了。哎、欸，阿顺，不要跑！我看到你的名字，可是还是不知道你人在哪。你在我的很下面。少、哦，我要回家拿食物了。等我一下啊、哦！我要回家了，妈的，你不来找我。好了。哎、欸。白痴哦、喔，快死了！体力过来。哎、欸，阿旭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啦，连不进去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啊？吐大便啊！请问一下，你 IP 有打对吗？啊，他不吐了，我要玩这个。嗯，谁不退？哎、欸，我四九七八七二五点一四点二五。你要的火把？我打对没错啊。哎、欸，拿去就可以。那各位观众先等我们一下哦。白白那里出现很大的问题。HA 的问题吗？超级大问题。Hello， 我们又回来。然后刚才看到牙西的画面，不要怀疑。刚才为了白白的事情。为什么你有铁镐？哎、欸，有古力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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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故意？哎、欸，掉去了。掉哪里？不知道，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要爆炸了！哎、欸，蜘蛛，我来，这个我来啊！你又在恭喜啊哈！我干！我干！赶快挖起来！干！我要看，你看不到啊！等下我们开直播。哎，强盗！来啊！我刚 PK 死了，把我死！我要去 YouTube 看你们拍偷的了，不傻啊！真的是，哎、欸，阿、啊、你有偷吗？还没偷啊，我打算等等剪辑好就要偷。算了，你直接给我那个，你的那个直播好了，不爽了，不爽了呀，不爽了呀！对，说到直播，我礼拜六要直播。礼拜六就直播，我要 game 进去，不爽了啦！哎呀，我直播不是要直播这个，我是要直播其他的游戏。
啊，你有没有铁桶？暂时没有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没事。阿、啊、康，直给我直播吧。阿顺，你怎么死啊？啊，全喷了哦！操，是什么东西？好贱哦！不爽了啦！安安，把直播的那给我，我要狂去刷屏了。走。哎、欸，三条线出来了啊！东西全喷了。哇塞，装备全喷呢、欸！安安，你等一下在这里。好，等一下，如果你要点击的时候，把这里好配上一个音乐。哎、欸，你死的的的。你死在哪里？死在岩浆里面啊！我说哪里的岩浆啊？很下面的岩浆，这里啊，这边。那你们打个防喷吧。没有，我没有打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该打防喷，滑进去了。安安把。可是我不，如果你不打的话，可是这里又有一只鬼怕，我不处理的话，等等我们两个也要一起死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吗？有没有那个直播叫出来吧？我不爽了。没有呢。快点把他叫出来。快点。没有呢。不爽了。阿顺你不去。哎，停停停！我要死了。你后面僵尸你知道吗？可是我也要死了。啊、哦，算了，你先把我打死，你先把我打死，我装备行不行？先给你啊，可以啦，我装备走这样子而已啦，打死我。好，皮皮吧。等我一下哦，因为我想挖一点东西。好烦哦，装备全喷，我都没东西了，你哭。阿顺哭哭了。我把田踩爆了。哦，你真的很爱踩我的田耶。你真的很爱踩我的田耶。哎，我的锄头嘞。哦，找事啊。然后我们挖到是一组哎。我一组。一组的铁矿。好啦，我不爽啊，东西全部没了。我觉得好像在监狱里，我这好像在监狱里面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有啊，我现在登不进去就觉得很夸张了。你不觉得很夸张吗？你还没有装备给我。哦，我放箱子。你几乎都给我那种不重要的铁矿，铁矿我都拿去烧了。你给我铁矿，我拿去烧。铁矿那不重要，铁矿很重要好不好、啊啊。你在 YouTube 是不是叫做风魔尾？对啊，好一个风魔尾，不想了，我要去要。等一下，我要等我一下，我先去查一下合成表，等我。那我们之前好了，我们又回来了。然后阿顺，我有没有羊毛？没有了，没有啦，死光怎么会有羊毛？好，走去挖做装备。哎、欸，安安。你真的没有你的那个直播吗？给我，快点给我！我现在登不进去，有点不爽，我要去刷屏，我要去刷屏呢。不爽的呢。哎 ，Far on 呢？为什么你在哪里？鬼怕！你怎么？你可以在这里再打个音乐，得得得得，好音乐对不对？爸打屁呀、啊！为什么你不给我、哦、好多小东西？我哎、欸，你还吃我的？你这样对哦。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哼，哦，不想吃了。哦，先赶快跑，不然会死。打电话一下。太可怕了，没穿装就可以被打成这样。
哦，对了，这两个叫做铅本，英文的不要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铅本，不错吧？铅本，铅本音。铅本，铅本幼女。铅本，哎，我发现白羊了，哎。杀啊！我要羊毛。我发现安安在 Facebook 里面没有打上我的名。啊，这是我心。哎，听谁打我？啊，我记得这个了。你要几朵羊毛？六个。太多了吧？黑色羊毛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哦，伤害好低哦！谁打我？你哦！糟，没有新本。啊！你赶快把我TP回一下，我要死了！安安，你没破那个僵尸套逃杀啊？还没啊！我要死了！打血给你啊！哎，给你。金。你给我这么多，哎，为什么穿那个？啊？为什么穿那个东西？我就没有。最旧，最旧铁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？拿下去，给你，全部给你，我要先自杀了，没心了。怎么已经没心玩了？阿顺就这样跟世界说 hello， 说拜拜。不要用大火的指数烤死你哦。大火球之术，哈！哎、欸，没有那个，我要煤炭呐、啊，我要不是煤炭，我要那个，我要筷子，我要火柴。你刚才自己说煤炭，竟然又改？哎、欸，快点啊！我要妹子的，给你啊，在你后面。羊毛才两个、哦，你怎么不给力哦？哎、欸，没有木头了、喔，木头要去挖了。哦，有四个原木就好，我把原木换成那个，我把原木换掉、喔。我是 Gary。哎、欸，大胆挑战。然后还有一个枯缸，我要捡宝了。不要按这个键。为什么？跑那么好，装备都不揪的。都不揪，我自己就说最优点，你自己不做的哦。有的、啊。好啦，勉强先给你一个裤子。妹，我跟你走。别这样啊，我都做了。妹，好，好。好然后再给你这个铅本，哪个？这种啊？你对着僵尸按右键，不要对。那很痛。哎，那不会痛啊？那不会。对，刚才打僵尸好像感觉要死。这太高了。走啊，先去挖东西去了。我已经快死。真的有按不女，你拿这个按右键射他。哎、欸，你知道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这样看过去像罗马、欸，罗马竞技场。我这哎，过来啦。对啊，地球人看过超像罗马竞技场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阿顺没说，我都不知，都不察觉。嘿，阿顺，你按 F 好帅哦！你边跑的按着 F， 帅哦，好驼、哦，好驼。明明就是很帅、欸。哦，对了，这一次阿顺玩那个大火球之术，搞到森林大失火。对啊。对啊，害我得打下去指令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好多羊哦，我要去杀羊了。去吧。为什么羊会在树上？这是个奇怪的问题。好问题啊。
好，然后我爬到树上，羊就跳下去了。他讨厌你。没有任何东西吃的东西吗？我现在好。没有。嗯。啊什么啊？至少再给我一下种子，让我先回去，死前回去做一下小小的贡献。好，那我挂机一下啊、哦。你挂机你会死哦。知道我用这个吗？好，我先挂机一下。好了，那暂时只剩下我一个。哦，发现羊羊，我杀了你们！对，千本是这样。哎，怎么会射到自己？是打我？千本会回射吗？回收千本时间。哦，为什么我还会被打到？哦，为什么我会一直被自己射出去的千本打到？先插一下火吧。哎，有铁，刚才怎么没看到呢？无聊挖一下这个。罗马竞技场，阿顺都不说，我都没有发现。我回来了。阿顺，我刚等路招，哈哈，我还活着。哈、啊，因为你刚才不在。有没有很奇迹的？我还活着。请问一下，这叫奇迹吗？我们这集不是应该要去找串子吗？怎么变成？阿云，你叫我找羊，我去找羊啊。我要找好多只哦。哎，都要找到你吗？要不要？哎，苹果啊，老苹果，鱼。哎，白白，你知道那个仙人掌？怎样？等我一下哦。好，我们又回来，因为你确定好仙人掌拿去烧？对呀、啊，我是谁？我是白白呢啊，我是白白。第一个呢？你怎么在骂我？我想磕呢。好了，不要哭了。连侦探柯南，我是柯南。我是柯南，丫丫是柯南，然后白白也是柯南。我是可怜。好，教大家做一下，总算做出来。做出这个强韧什么蛙哥的布袋，然后羊毛不够。听到后礼拜六。羊毛在我这啊，白痴哦！我还要再多一点羊毛。这好多啊！我这好这很多啊。行走杰嘎的，然后他这很多羊。哎呦，古！哎，羊用种子有用吗？没用啊，又用小麦。哦，对，我忘记。回家。你什么都忘记？那你知道我就，你就只有我知道。嘿，丢。嘿，阿雷利，我们进来，来，赞的啦，阿雷利，对呀，我肚子好饿，要不要送食物来给我？我肚子也很饿，只能靠自杀，初期只能靠自杀，还是你要给我把我 TP 回家？我差点砍死哎。Man， 你要自杀了、哦？对，卡。你就这样单纯的吸着我的心电子。哎、欸，我要自杀，快！你装备先脱下来。
哎，装备怎么说？忘记了。你是新手黑哦？对啊。我操，这太扯了吧。好了。你就这样把我这样打死了，还喷出两个铁，这不是怎么回事？算是你死掉喷出了两个铁铁。啊！哎，我的裤子都不见了。裤子在箱子啊。哎，我铁剑哎。我哪知道？你问你啊，在这里啦，放在另外一个箱子都没发现，丢给你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你不是要羊毛？干嘛给我？我看到了。够吗？上好礼拜六，板牛。哦，还是，哦，我要做。没错。哎，种子要拿上来种啊。你种了、啊。我稍微种一下，怎么？劈刃。哦，还是不够。我要先去捡羊毛了，拜拜。回家。哎、欸，最好四个羊毛，你白吃啊！四个羊毛不够啊，我要先去捡羊毛。还差几个？你妈！我要做出一个忍者胸那个、啊、那个忍者的那个胸甲。哦，找到羊羊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变白色了？我没变白色啊，白痴哦、喔。不是，我是说羊。羊白是白色啊，你白痴、喔。没有，我剪黑色的羊毛，然后它就变成白色的。我就说，哎、欸，奇怪，你为什么变白色？我要先来建一个房子了。等等再建吧。那先建起来啊。不要损耐久度。哎、欸，我玩 Minecraft 这么久，第一次知道剪刀剪草会掉草、欸。会啊，你玩那么久都不知道？我都还没试过。地人的，还骂我？你连？我玩这么久，我都还不知道。这个是地人的吗？你连仙人掌绿都不知道？对啊，因为我没有做过不，一些事情啊，因为我只做那种装备一般的物品。